来没有去设限自己的身份，我们算艺术相关从业人员，也可以是设计师，也可以是工艺家，也可以是艺术家，只是你看待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定位。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待，还是用工艺家的角度来看待，还是我是接到一个任务，我有使命，我要去完成一个设计师该做的事情。好，就像一个人，他可能在家里，他是太太的丈夫，他是小孩的爸爸，可是他到一个公司，可能是一个职员，可能是一个老板，他随时在变换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会认为没有必要去设限自己。做任何事情，你的专业能力是要提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完成那件事情。我全身都是伤，就连现在，其实我左眼是瞎的。好，你们可能大家看不太出来，我左眼现在是看不到。我的角膜病变，因为我的轮状干细胞坏死掉，之前不小心我在漂白木头的时候，药水溅到，所以整个左眼是现在是失明状态。所以工作安全很重要。木头它是一个老天赐予的一个天然的材质，它的特别的地方跟其他材质比起来，就是你找不到任何相同图案的另外一块双胞胎。每一块木头它的花纹都不一样，就像我手上抓这个龙柏，它每一只的姿态其实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做完之后，你利用它来完成一件作品，它常常就会是独一无二的，它会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属于它自己的图码，另外一块材质所无法取代的。好，这是木头，我想大家都会喜欢它的原因。再来，当然就是说，大部分的木头，除非是非常非常硬的硬木类，要不然我们手摸，其实基本上它摸起来都是温的，它不会有冰的感觉，不会有烫的感觉，给人的质地了哈，它会有纤维，它会有它年轮造成的一些粗犷的质感，那就是它可能直接可以从指尖传达到我们内心世界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的特性，所以我会去做混合媒材的原因是主要是因为这一个。譬如像我们现在在做一双筷子，我最常举的例子，不锈钢可以做筷子，它容易清洁，它摔不断。木头也可以做筷子，它也摔不坏，然后它抓在手上面那种就是那种舒服有温度的感觉。那木头很适合出现在家里，那因为它的加工容易，然后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很快的达到我们要的那个强度跟接触的能力，它其实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做家具的时候，最频繁使用的材料应该就是木头。我的工作是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地方，那它当然也是我们这一种人的宿命，我们不太适合有邻居。第一个，我们不好相处，然后有时候会制造一点噪音啊。那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当然会比较容易放松啊。可是对我来讲，放松不是创作的一个好的环境，其实应该是要有时候放松，有时候刺激，你才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新的想法产生。如果你一直很安逸哈，对我的个性来讲，很容易想睡觉哈，很急迫的状态会有不同的想法出来。你总是会从这个地方要去外出找点什么东西哈，它感觉是一个源头，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个地方。那这种对于一个我们创作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第一次尝试跟公家单位有一些合作的情况哈，那学习到很多，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学习。所以从制造业必须强迫自己去做一个服务业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境的确也是会做一些调整，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客观。以前是非常主观的人哈，不喜欢喜欢临界点非常非常的明显，现在你必须去接受服务业必须要有的心态。我比较希望说自己可以拥有很多种身份，当我有工艺家身份的时候，我对材料的认知够的时候，我来做设计师的事情
其实更容易做得很到位了。挫折的时候，你想要解决问题，哦，你在一个很矛盾、很不舒服的状态，可是当你把那件事情解决了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哇，好快活，好爽，好，那件事情终于被我解决了，啊，缠了很久的问题，所以那种也是一种情绪的起伏啦。当你有办法去解决一个自己觉得应该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或是说困扰你很久的问题的时候，那真正的快乐会从心里面长出来，那就是可能就是我要的东西吧。方向是不敢给的，因为未来的世界其实我们不一定说可以完全的掌握得到，但是我想只要可以从事到我们类似相关的行业，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当然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所以这个给一些年轻人做一些参考了。